OK，Hi，你好啊，Natasha。你好，对，这个是一个绘画练习，说话的练习。我问你，你回答好吗？我问，然后你答。In English, is in this passage, if I ask, you answer. 请问这里有谁啊？请问文章里，文章 means article，文章里有什么人？What person? 他们是谁？Michael, 蒋院，演员。对，他们是麦克和张媛媛。他们在哪里吃饭？他们在烤鸭，餐厅。OK，不错，烤鸭餐厅。哦，他们在吃什么？他们在，他们在吃什么？吃饭店，不是，我的意思，他们吃什么？他们高在雅，吃什么？他们在？他们吃高雅，对，他们在吃烤鸭。是他们在吃烤鸭。请问雅，烤鸭好吃吗？玛丽说烤鸭好吃吗？对不起，张媛媛。张媛媛说烤鸭好吃不好吃？烤鸭好吃吗？张媛媛觉得烤鸭好吃吗？好吃。好吃吗？烤鸭好吃吗？烤鸭好吃不好吃？张媛媛说什么？烤鸭，很好吃。请问麦克有吃烤鸭吗？请问麦克有没有吃烤鸭？麦克有吃烤鸭吗？没有，没有。没有为，他怎么没吃烤鸭？他怎么没吃烤鸭？没吃，马克麦克说什么？麦克说筷子，用筷子，太难了。很好，因为麦克说用筷子太难了。好，那玛丽叫服务员做什么？玛丽叫 waitress 做什么？是吗？做什么？麦克说太难了，用筷子。那玛丽怎么办？玛丽叫服务员做什么？小姐，玛丽叫服务员做什么？玛丽玛丽叫，teach 不是教，不是 teach，是叫。叫call the waitress 对，玛丽叫服务员做什么？So, can I just clarify? You're asking me what Jolly, Yuan Yuan is going to say about the bringing the knife and fork from the waitress. Is that correct? The question is，玛丽叫张媛，哎，不是，张媛媛叫玛丽做什么？张媛媛 called the waitress to do what？Okay.
You can use the word 叫 to call. 叫, okay. 张媛媛 叫小姐。可以，小姐。来辅导者。叫小姐来辅导者，很好，可以再说一次。张媛媛叫服务员做什么？张媛媛 ，Sorry, can you repeat? 啊，张媛媛叫服务员做什么？服务员找什么？做什么？做。做做。张媛媛叫服务员做什么？张媛媛叫小姐，小姐，是来福导车。好，张媛媛叫服务员来一副刀叉。那但是，可是麦克说什么？麦克说，不用，他要，水洗，怎么用筷子？好 ，OK。麦克也谢谢张老师，因为张媛媛老师会怎么样？张媛媛老师为什么？为什么 ？Why？ 为什么 ？Why？ 为什么张？为什么麦克谢谢张老师？为什么麦克谢谢张老师？为什么麦克谢谢张媛媛老师 ？What is why 老师 ？What is why？ 为什么 ？OK， 为什么 means why？Why？OK。为什么 means why？ 为什么？为什么麦克谢谢张老师？张老师说，说，他叫麦克。很好，因为、怎么用筷子？对，然后张老师教麦克。张老师教麦克。OK， 还有什么呢？这个中文叫什么？这个中文叫什么 ？Don't tease me。中文叫什么？汉语叫什么？In Hanyu is 别开玩笑。哦，别开玩笑。OK， 张老师也教他做什么？张老师再教，再继续教麦克用什么？张老师也教麦克用什么？张老师教，麦克怎么筷用筷子。So, yeah, what does my what does Zhang Yuanyuan teach? Also. Oh, okay. 啊，也教就是啊，我再说一个也教哈。Okay. 麦克，哎，不是，张老师也教麦克用什么？张老师，教麦克。也教，怎么？也叫麦克用勺，用勺很好。勺在马来西亚叫什么？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叫什么？也叫什么？汤匙，差不多，差不多，汤匙。
汤匙。OK， 请问麦克，会用啊？请问麦克知道不知道用勺？请问麦克知道不知道用勺？麦克知道用汤匙。麦克知道怎么用汤匙。怎么用汤匙？为什么？为什么麦克？OK， Natasha， 你怎么知道？Natasha， 你怎么知道麦克会用勺呢？你怎么知道麦克知道怎么用勺呢？ I know how to teach Mike to use the spoon. 不是，一点点。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在这个文章里面，你怎么知道麦克知道用勺呢？你怎么知道麦克会用勺？ I know how to teach Mike. Because I can teach you. Yeah. 因为 or, you asked me. I asked you. How do you know that Mike know how to? Okay. Can you ask that question again so I can hear? I can hear what you're saying. 你 Natasha， 你怎么知道麦克会用勺呢？ Natasha， 你怎么知道麦克知道怎么用勺呢？ Okay. It's okay. I can hear it now. Mike 说，Mike 说，他用讲圆圆胶。Mike 说他可以教讲圆圆。OK， 很好。Yeah， OK。不错不错，还可以啊，还可以。还可以。然后，哦，这个是我们的 Great Wall Chinese 2.6.1 点菜，哦，点菜的东西。点菜。点菜。